比赛开始，第一回合。好看双方如何开场，而且呢，有着军人的意志品质。他也是武林风七十公斤级别洲际金腰带的拥有者。是的。哦。穆斯塔法的，是的，穆斯塔法是非常非常具有技巧性的这名技术型选手。哦，这个新攻啊很厉害。是的，周志鹏不能大意，尽管相对来比较稳。好的，这个后边打中。周志鹏号称是军人铁拳呀，曾经也是和郭球鏖战到了加时赛。我们来看一下周志鹏的身高1.76米。周志鹏在绝对力量上面呢是有着优势，但是对于穆斯塔法这种经常会出这种奇招冷招这种打法，还是要步步小心。哦，刚才你看化解他的西风的时候是用掌，不错，这个对攻打得非常出色。哦，看看，给裁判示意，看什么问题？被读秒了，应该是打到了他的这个胸上部这个位置。还可以继续坚持比赛。周志鹏不仅仅是擅长现代的格斗技术，更是传承了出来了传统武术到手腕上。是的，是不是这个穆斯塔法还是身体本身就有旧伤啊？应该是有旧伤。他的右手腕不能再打。红方中国周志鹏2分50秒 KO 获胜，还是以最后的结果还是 KO 获胜。是的。有我之地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华虎杨建平。看搏击比赛请用微信搜索用武之地。